没有入籍。哦，你不行。听到啥？我没有破，对他很乖，他说你叫他不要破，他绝对不敢破。秘密啊，偷到网络上面去，他就是说你不会。你的秘密啊，要保守。Hello， 你好。嗨。不敢。这是真的，不敢。这会不会赌气？不敢。他不能带上飞机耶，真的要不要喝掉？好了，那给我。感冒不可以喝。对，感冒不能。感冒吗？不是上次上的感冒，我拿燕窝给他，他一看好开心，打开马上当场喝。燕窝可以，真的。我拿过，你都戴眼镜回来。我跟你讲那个，就是老板那个进入火车啊。老板娘幕后花絮，他说他想把我签到，然后老板娘不想去，其实他被通知一点半去，可是他打电话跟我说不敢去，那我说我就约好十二点半就在那，然后他娘就很紧张，然后路上就说我们好久没有出来。
哎、欸，抓到了！抓到了！终于抓到了！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啊，现在这又打。那天出去有看到那个？没有呀。我没把你弄进去。啊？没有接。我没有把你录进去啊。你刚刚走到龙台，龙台又回来。对啊，刚开到龙台又转回来。